没事儿，给大家来准备一些福利，因为很多德佑的粉丝们，包括俊俊的粉丝们，都很期待今天的直播哈。哦，第一个福利，图库告急，干什么？大家的那个表情包都不够用了，让俊俊给大家有一个，哎，今天加上这个妆造也很帅啊，给大家来个五连拍截屏，好不好？五连拍，看着二号机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准备来录屏截屏的宝宝们，一个，一，二，两个，三，哎，三个，三。啊，帅！然后四个，还要干啥？四个呀，四个，耍个帅！哦，这二头肌，五个啊，五个，五个，来个喉结，好吧，喉结，徐四的喉结。哎呀，帅！可以啊，可以吧？这个我们直播间今天很给力哈，给大家各种福利，主打一个有点敷衍。第二个确实就主五连拍，不知道拍啥了现在。因为平时 PLOG 啊，包括杂志 啊，拍好多照啊。对。你现在对拍照还能有那个热情吗？有啊，为什么没有？还是依然对工作饱满的热情啊？那可不，太好了，所以多多产出物料，大家爱看啊。是。好，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愿望，就是哇，还要请客。干什么？真的吗？还能再请一轮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刚刚福袋已经开掉了嘛。那我们在下播的之前，我们再开一个福袋好不好？还是十个宝宝。然后如果刚刚拍了的没有中的。俊俊再给大家一次机会，好，请客的机会，我们再把福袋加好啊。好的，大家稍等一下哈，看看这轮有没有机会。所以今天总共会有20个宝宝获得这个福袋请客的机会。哇哦，祝大家好运啊！好，最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这个宝宝的留言要在现场让俊俊来念一念，来念一念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，我直接这么看就行了，好，是吧？不用，好的，可以。我念出来，你别挡住你的美貌就行。哎呀，来，谢谢佑仔安排的直播啊！我也是通过俊俊认识了德佑这么宝藏的品牌。自从俊俊代言之后，我家从洗脸巾到湿厕纸全都换成了德佑啊！希望佑仔和俊俊越来越好，一起合作共赢啊！谢谢，共赢，你看大家都说共赢啊！谢谢啊！所以这是一个因为俊俊像我一样哈，因为俊俊认识了德佑，然后是宝藏品牌啊，宝藏国货我们的啊。第二位啊，第二位啊，天气转凉了，你要多注意保暖哦，继续带着你的正能量一直往前走，也希望你所得皆所愿，对你爱爱爱不完啊，谢谢。就这么回应，感觉要唱上去，你把这句唱出来，对他的回应吧。爱不完，耶！ Yeah, 第三位宝宝，第三位啊，希望你不要太辛苦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条件允许了就多多休息，愿你能一直遵循本心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也多和我们分享一下 vlog。好的，怎么回应？反正没有 vlog 就有 plog 嘛，对吧？就要出差的话总会有大家喜欢想要看到的俊俊啊，总会有大家不一样的我啊，不一样的我。大家期待一下吧，最近物料很多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我啊。先说多多休息，造型挺多啊，多休息没办法啊。最近呢，还有这个后期的一些小红娘的一些工作，后期工作啊，每天都得去，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工作的话，碎片都得去完成啊。好嘞，然后呢，第四位啊，每天都在电梯里看到俊俊啊，哎，我也很开心啊，这是奶奶吧？啊，就我奶奶写的。都会给自己加油打气。话说我们德佑的产品真的非常好用。这是德佑的员工，我们德佑的产品，你看。我的理解呢是这位是我的粉丝。然后呢我代言了就相当于我们的德佑。哦，有没有可能他又是你的粉丝？又是德佑的员工。啊，也是有可能啊。继续念完啊。价格也很实惠，真的很实惠。而且他家德佑的洗脸巾。真的好用，性价比好，很高，真的很高。哎，我自己买了，我知道。你讲会儿，杨哥下个单，我买洗脸巾啊，可以，真的好使，哥，真的。正好还有个福袋、又好用，而且很厚，它那洗脸巾，就说不是说洗一次，你那个就不能用了。哎妈呀！就说你还可以拿来干别的事儿啊，擦擦那个洗脸台啊什么的。啊，也斗胆希望老板一直坚持这个性价比啊，持续做更好的产品。最后祝德佑直播 up up up。好的，这位绝对是员工，真的又是员工又是粉丝啊。谢谢。希望能够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机会给大家安排好，各种各样的福利安排好。好的，合影是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刚刚那个福袋已经加到我们的左上角了，在这里啊，倒数6分多。